他们剧组的人员看到我们资料，然后来跟我们联系。公司就是从2004年开始创建的嘛，这以来也是主要做外单，是销售那个欧美国家。能够在戛纳电影节呢里面呢展示我们那个礼服，我觉得也不错嘛，那觉得也蛮开心嘛。国外当然也有一些更大的品牌啊，他们高定那些就值得我们去学习。